Go back upstairs and have a seat. Okay. All right.香草，然后丁香花吧。Yeah, hiya. I've got an appointment at 8:30. What name? Yeah, you're upstairs, Lou. All right, no problem. I'll just go upstairs. Yeah, go and have a seat. Cheers, thank you. Hiya. Yeah, just got a check with the doctor and she said I need a blood test with the nurse. That's okay. Yeah. Go back upstairs and have a seat. Okay. All right, no Are problem. Are you high street, Lou? Yeah, high street, that yeah, one. Yeah, go and have a seat. All right, cheers.8:55. 我已经全部检查完了，抽了两管血，要明天到网上可以看到结果。然后现在就顺路去买个菜回家。Searching low in the night. Ooh.
just come home.Got a fear, oh, in my blood. She was carried up into the clouds, high above. Ooh, if you play, I'll bleed the same.
silent for both our sake. Hold me until I'm strong, 'cause I'll miss this when you're gone. And they say that it goes, so I hope that it shows you are 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个购物的分享，然后，还有一些食材的分享，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会很少买的。首先是这个是一种生火腿，西班牙的生的火腿，叫帕尔马火腿。它是我在第一个 vlog 的那个周末去买的，你完全吃不出它是生的，口感非常好，而且非常的入味。如果你喜欢吃沙拉这类的东西，或者三明治，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挺好吃的。或者西班牙有一种很经典的菜是用这种火腿卷那个木瓜，蜜瓜哈密瓜，然后就甜甜的又咸咸的，就还挺好吃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一道非常经典的西班牙的头盘，反正我挺喜欢的，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然后下一个是也是一个拌沙拉的时候的一个配料，是一种叫酸豆的东西，也是在 Mark Spencer 买的。这个就是不需要多，每次拌沙拉的时候就放一点点，就很提味儿。对，然后放一点点这个，我一般放这个，然后放黑橄榄，推荐大家。那这个就稍微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重口味，是蓝纹奶酪。我看网上有人写说这个蓝纹奶酪像臭袜子的味道，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很好吃啊。我只能说如果你喜欢吃臭豆腐之类的，我推荐你尝试一下，我觉得挺好吃的。它特别过度的发酵的那种味道嘛，然后你看到里面全都是那个蓝莓，就是蓝色的霉菌，不是 blueberries， 就蓝色的霉菌嘛，就很多人看着就觉得很害怕，但是其实它 OK 的，它是可以吃的。如果你其实不喜欢吃这种这么臭的奶酪，你可以去超市买一种叫 cottage cheese， 也是我拌沙拉的时候经常会放的，奶味很浓，基本上没有什么发酵的味道，而且热量非常低。你如果选那种 fat free 的 cottage cheese 或者是 low fat 的，就大概比那个希腊酸奶的热量还要低，就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健康，可以去尝试一下。上周买了三包茶叶，对，是因为我家的红茶喝完了，买了两个这个，这个牌子在中国好像特别特别的有名。就非常非常好喝的一个连锁的牌子，买了最基本的款，买了一个 breakfast， 买了一个伯爵的红茶，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是也是一个连锁的牌子，但是它是有自己的门店的，我挺喜欢他们家的，如果有朋友从国内来，我都会推荐他带这种茶叶回去，或者我回国我也会买这种茶叶送朋友。对，他们家就是这种散的茶很多，就不是茶包，像这种是茶包啊，这种你看它写这里面有50包，就茶包相对还方便一点，其实如果你不是很追求这种散茶叶的话，早上就泡茶包，然后直接2分钟加牛奶就可以了。然后它这个里面都是红茶混了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买的这款是混了香草，然后丁香花吧，反正是 anyway 是一种花，应该是丁香花，可以尝试一下。然后他们家还有一种茶是 milk 乌龙，我尝过一次，我觉得挺好喝的。你们如果喜欢那种奶味的茶的话，那种奶香味道比较浓的，也可以去试一下那个。
好像是叫 milk 乌龙还是叫 coconut 乌龙我忘记了。然后其实我家之前喝的是这一款 Betty's， 是一家百年老店，然后这个店在约克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英国北部的一家做下午茶的店。对，你看它是1919年开始的，到今年刚好100年。他们家的茶非常的好喝，红茶都特别好喝，下午茶带点心就是蛋糕做的也好。但是我很久没有去约克了，而且以后3个月应该也不太会去，所以就没办法，就没有继续买这个茶。好了，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我那天去 TK Maxx， 是英国这边一家专门卖打折的大牌的店，买了2个蜡烛，就我还挺喜欢这个包装的，所以就买了。然后但是它是纯植物的，这个是 coconut 味道的，这个是香，就是那种烟草味道的。我家一般点的都是那种奶香味儿，或者是就是木质调的这种味道的。这个烟草味道的我也是很少很少点，然后当时那天去挑的时候闻了一下，觉得挺好的，挺好闻的，就回来试一下。还在他们家淘了一个特别好看的杯子，给你们看一下，看，透明的，然后它上面有这种小叶子，金色的小叶子，是那种就很夏天的那种感觉，我还觉得挺喜欢的。那天看到了，就第一眼看到就觉得想买。对，因为我买东西很少，我是一个很断舍离的人，但是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哦，我缺一个这样的杯子，就买它，就这种。因为想拿这种透明的杯子做那个隔夜的酸奶，然后就是那种一层一层的，然后里面有酸奶，有麦片，有水果的那种，就感觉用这种透明的杯子做会非常好看，而且这个口也不是特别小，就是跟梅森杯比的话，梅森瓶比就这种还方便一点，所以就买了一个这个。OK， 好了，就买了这些东西，那再过2周再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接下来买的东西，拜拜。